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特约记者黄东平，欢迎来到国语的 vlog。 今天我要采访的对象是本联赛第一次上女双的菲菲。哇塞！妹妹，一会儿后场给他发两个，让他看看。发两个后场，让他接一下。哇、哦，有两下子吗？哇塞，跟我一样的线路哎！别再学了，我没东西了，让你们那个，再学我什么都没了。好，陈雨菲代入感非常强，马上变成双打活动抽档。你平时单打活动没有这么活动吧？看你游刃有余的样子。一切尽在掌控中。比如说东姐怎么样，开心吗？让你上女双你开心没？开心没？我好吧，我好不好吧，你就说你好。谢谢你让给我，不敢当。你觉得你会有出现的那个出色的表现吗？希望宇文妹能带我飞。宇文妹你们现在跟我搞队友情是吧？哈、啊，你们俩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们双打，这就是我们双打的魅力，看到没？差不多行了哈、啊。还没结束。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不管什么比赛，就是这么努力。啊。你就是好好活动的态度吗？啊，期待你，期待你一会儿的表现啊！这是我第一次只有单打，哦，不，只有双打没有单打。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感觉很微妙。有点紧张呢，还是对我们队的小朋友，向他们学习。你能不能在那个浙江队立足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、啊。世界第一跟击败世界冠军的。挪开了，今天节目有什么妙招的没有？你们今天又让小林上啊？怎么了？打什么都行，这个没换人。今天像雨飞一样，又可以单又可以。哇，天，别哄我，对，你就差点上个混了。我也想了，不行，我跟黄东平了。别，东平可以打双打，你打混双，你不要。我是这么说的。要我打混双的话，黄东平得打单打才行。哎呦，完蛋了！打单打我。黄东平的单打，我以前就见过。哇，那天打大方块，我把我杀的屁甲不留。别吹了，行吗？我现在打方块这么厉害吗？别吹了，你们。长点又快，我们单打都没有那么快抢的。现在是陈雨菲时刻，有点吓死了。怎么手机举起来他们就不得分了？你杀到了刘文妹的高点。还是这个点，还是这个点。哇塞，哇，这个突击，真是猛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陈雨菲刚才搞了个发球发三拍拿球，
陈雨菲总是能把所有的球打出了自己的节奏，让别人没办法。来了，你问啊？对。今天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正式比赛打女装？感觉怎么样？互相评价一下。对，是第一次，但是就是也打过女装，只是没有这么多我自己。对，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。我觉得今天打得还不错，然后可能第一局的整个速度有点慢，但是后面我们两个人就是通过教练的指点跟沟通过以后，然后两个人的节奏上可能稍微。比较搭了一点，然后拿这个比赛。很多粉丝都想看陈雨菲打双打，你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为了满足大家？对，当然是啦。有什么愿就是如果我能完成的话，肯定会完成的。你好宠粉哦。这个问题问一下问一下那个菲菲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妹妹做你的搭档？因为妹妹能杀能跑，最棒。哇哦！接着问妹妹，接着问菲菲，你在妹妹和凡凡中间选一个做搭档？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抉择。我可以选择两个吗？今天给他打一场，明天跟他打一场。那他给少了一个，请在凡凡妹妹和东平之间选一个。你好好选。选我吗？这一脚擦的。来，我选择。你好好选。我选择打单打，就不想跟我们配呗。四个，你上来嫌弃我们四个人，那你不选咪姐呢？还有咪姐，咪姐可以，我选择咪姐。我嫌弃你。哦，好了，然后这个问题问妹妹啊，请在小王、雨菲和姐姐中选一个。哈哈，搞事情哦。好好想想，我去打混双。那抢我饭网，抢我饭网。好，那你觉得这个问题问一下妹妹，你觉得跟陈雨薇配厉害一些，还跟我配厉害一些？好好回答。好好回答。没关系啊，陈雨薇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拜拜，好了哦，这是你这次联赛的第一场女装，也就是最后一场了啊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啊。好了，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，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国语的 Vlog 到此结束，大家拜拜。